这是一个四室两点五卫的户型，一共三层。我们现在在第三层，第三层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房间，中间是洗手间。先看左边房间，房间有窗户，有衣橱。右边的房间，房间有窗，有衣橱，这个是两个房间中间的洗手间。可以洗澡。好，我现在下楼是二楼。现在这一层是第二层，左右两边也是各有一个房间。我们现在看的是二层右边的房间，有窗户。房间有衣橱，这是二层左手边的房间，有窗户，也有衣橱。这个是二层的洗手间，跟三层一样，也是可以洗澡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去一层，现在这一层是一层，一层有一个超级大的厨房。现在我们这个视角就是进门门口的位置。一层整个是一个大的厨房，加一个可以摆放茶几、电视的一个小厅。厨房内有冰箱、洗碗机、烤箱、油烟机、窗户。一层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储物柜，可以摆放杂物。往后面走。这是一层的一个洗手间，不过不能洗澡，但是有马桶。